要去酒店的路上，哇，这体育馆很漂亮，行程只有50几万人口，做的体育馆都这么漂亮。那边也有体育馆，随便一个城市就有什么小巨蛋一大堆的，这个大陆的进步啊是超乎想象的。只要一段时间没来大陆的话，2线、3线城市啊，那种开发建设啊，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